觉得最近我的成绩非常不错，所以关于世锦赛的那个我自己的希望什么的，当然我希望我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，压力很大，但是我非常期待在哥本哈根有机会参加世锦赛。当然有两个孩子，然后作为一个专业的羽毛球的运动员，平衡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呢，我很幸运，我的太太是最棒的，所以她帮助了我很多。而且呢，最后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非常不错，所以我希望我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成绩。李世芳他也全英的时候他打得非常不错，但是我觉得所有的中国的队员他们非常优秀，我希望我会有机会跟中国的男单打比赛。